掉进电棍打吗？啊！要去哪里？沙子海边，还要我要穿泳衣，泳衣，那我要踩水深，我穿拖鞋，穿拖鞋，还有我大拖鞋，妈妈，东西帮忙拿东西，我要拿，我拿玩具啊，很重啊，有，那我拿这个啊，这个很重，很重，那我要拿我的工作鞋，我不要，我拿，好了吗？哇，爸爸你看那里。爸爸，你看那里了，城堡。爸爸那里有城堡。什么？你去拍那里，那里有城堡。城堡，那是教堂啊，教堂。好了。我以为那是艾莎的城堡。好了。你找石头，拿掉，丢掉，放地上。不要乱丢，放着。拿东西。我有在射枪哎。乒乓球，要抓他弹道。来啊！来接这边接。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车子耶，为什么车子可以进来？鸟蛋。妈妈，他们要转来转去的。妈妈，筷子用到这个好了。谢谢你啊。第一次的，第一次用到。给你。你们要吃什么？妈咪，为什么他们要转？来烤鱿鱼带。赶苍蝇啊。赶苍蝇，他一直打到那个，他一直打到这个，打到那个，应该是用苍蝇，小狗狗哎，两只小狗，买什么煎鸟蛋？青蛙。你看，去带弟弟看那个，哎，你都没有看。我腰走不准啊！我在找手里的那个。啊！海苔粉。还没懂啊，这屋呢。大块的。啊，好小。
等你的鸟蛋吗？给鸟蛋吗？看一下敲青蛙是什么游戏？要敲去哪里？要停在那个板子上。对对对。哦，不简单呢。这个好难抓。不简单。好难抓。这个会到处乱跳。来，太轻，再大力一点点就好了。哎，差一点。三只。就是我那边哈，那太远了，那边好难了。这是力道。好，都在。买什么？麻辣。烤鸟蛋。来，烤鱿鱼蛋，自己加了。是啊，多少？190。
你要直接去海边吗？我好久、哦，等不及了、哦。走、哦。我的脚脚又……你不是怕沙子吗？我飞走吧，这个。什么？你手上放在哪里？先放地上，你这个帮我去钉这个旁边。那么多，帮我把它钉住，它才不会飞走。啤酒埋太多。钉啊！你不好叫啊！叫云溪。他手上拿东西。哎，这两个。那个浪很大哦。可是不可以太下去啊！可不啊，你踩水踩不到啊！对呀、啊。姐姐陪我们去。已经走。还没。有大人吗？妈妈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还在搭帐篷。这个方位是刚好正对太阳吧？没关系，把那个转一下就好了。你要转吗？转一下就好了。没有，他这边旁边还有一个，这边前面的。搭帐篷。拿来前面这里，整个拿过来，拿来前面。还不要扶我，在那边。我都知道要去采集。先把东西放进去。来这里搭帐篷。来了，结果。来了，结果。
林子佳来这边，林子佳来这边玩。乱拨，不要，不可以拨沙子。说拿来这边玩哦。别人要那个不要拿，我要拿那个。拿那个，你要拿哪一个？这个不要拿，这个要压东西的。再用一个，用沙子，装沙子。好的。去这边，这边玩。那个不要拿。不懂。那个不要拿，拿那个就好了。哇，冰！脚都湿了。自己在玩沙，
可以用这样玩的，会泼到人家。我说不要去了。住在那里呀、啊？妈妈，弟弟又饮料了吗？口渴了。去拍外国人，黑黑的外国人。要玩水吗？对啊，去找姐姐。找姐姐。哦，水水来了，水水来先签你才能，还是先签？
子家。要播到了哦。